这家住海边呀，就是好呀，想吃啥海鲜呀自己找，大海已落潮，咱们一起去赶海喽。来到海边呀，看见了一条短腿的小八爪鱼，这看上去还不错，嘿嘿，收了啊，带走。快看，又发现了一只老虎蟹，长得像不像一个老虎头，是个远皮的，远皮的不要。哇塞，又来了个海五星，这个留着可以做个标本啊，路过老铁手机有电给点双击呗。龙尾鱼啊，来一个，也叫胖头鱼，喜欢户外的朋友啊，搜进直播间，咱们一会直播赶海带你玩喽。这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啊，就到退大潮了，我都会带上我的大铁锹子来海边挖一挖。今天挖的这个就厉害了，这是一个海胆，来到海边游玩的时候啊，千万别被它扎着脚，这个带回去回家蒸个鸡蛋吃还不错。路过美女帅哥呀，喜欢海边户外的朋友啊，加我关注看我直播。哈哈，这大海呀又落潮了，小火锅们赶紧上车，马上赶海捞。这刚到海边呀，看见了一只小螃蟹啊，在这散步呢，它原来是个远皮的啊，但不要，给它放了。哇塞，又来了一个小海葵啊，大海里边的圣宝片呢，收。哇塞，来了一只推土机，猫眼螺一个，这看起来还不错哟，收了。这小螃蟹呀，它总是不会迟到了，这是要去哪里呀？啊，收了。这种鱼你们见过吗？这种鱼在我们地方叫它玻璃猫鱼啊，太小了，给它放了。路过的小火锅呀，这看都看到这里了，咱免费的双击啊，能不能给点一个？咱们一会直播赶海喽。